好，报告文会，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三会期程序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0年5月18日星期二中午12:02至13分，地点红楼20会议室，出席委员沈文发会等19人，主席官委碧玲。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十届第三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十届第三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日程。本次议程草案及政列报告事项、讨论事项之编列，均依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共2案；二、一、请愿法第4条共6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之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共15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请问议事录有无错误？没有错误，议事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执行事项。立法院第十届第三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10年6月7日星期一下午20至6时，6月8日星期二，6月9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6月7日下午一，行政院函请审议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第三次追加预算案，110年6月7日先党团协商结论，定于6月8日星期二及9日星期三，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与卫生福利部、劳动部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编制经过，含疫苗采购状况及施打计划，并被质询。二、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司法程序特别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行政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与卫生福利部、劳动部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第三次追加预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1年6月30日编制经过，含疫苗采购状况及施打计划，并被质询6月8日及9日。宣读完毕。好，现在宣读完毕。请问报告事项、执行事项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就报告事项、执行事项通过。有无临时动议？没有，散会，谢谢。